如果情况稳定，我们就应该立刻派兵找出抑制回路。亚太离子在核心主体附近有几座失去动力的加农炮，只要再加以强化，就能在这里设立防线。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虫族部队即将对核心主体发动攻击，各位战士，保护核心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 舰队来袭！下令吧 ，Return Alert！ 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找到了，抑制回路在那儿，摧毁它就能恢复动力。我们应该摧毁每个区块的抑制回路，让进化者攻击虫族，挡下他们对核心所发动的攻势。 足够的精。我侦测到有个进化者自行苏醒了，慢着，不太对劲，这个 AI 失控了，他的太阳素记忆矩阵失常，无法修复，我们应该摧毁它，至少可以回收它的太阳素。 作战计划，他们开始积极防守抑制回路了。
切，不复始。能源流量正以倍数增长，成功了，进化者正在启动。下令吧，我们就看你是不是性能开合。你先帮助我们净化这场外来威胁，我们之后再谈。前哨战士，朝外星生物的巢穴进攻，净化这些侵略者。正在校准，谢令。虫族打算从东北方攻过来，他们想击溃我们的星河。建造更多水晶塔，不负使命。正在校准，先人进去。队长，核心主体正遭受攻击，绝不能让敌人摧毁它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站的动力恢复一半了。死亡舰队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死亡舰队来袭，进化者，我们的家园遭到外来势力攻击，朝敌人进军，消灭他们。谁的战火全灭燃烧？天下不留。死亡舰队来袭，很快就好。了解。死亡舰队来袭，为大爱而生。归土，队长 alert， 天下不留。不负使命，很快就好。正在校准。这回路的位置在这里。第三个区块正在恢复运作，赛博洛斯的动力恢复75%。正在校准，血缘晶体，不负使命，坦白。各位弟兄，出战的时刻到了，消灭这些外星生物，绝不留情。大主教，我不建议让部队去攻击这边的虫巢，毕竟我们启动进化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Thank you.
族意志回路，摧毁它，我们就能唤醒进化者。水晶塔，不负使命。我是永恒的女晶。我方的水晶塔受到攻击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是永恒的女晶。完成了，你全面解除封锁。在博洛兹的动力完全恢复。